最近天气非常不错，我们准备出去拍几道情侣户外写真。但是不一样的是，这次所有的衣服都是由他挑选的，大家帮我看一下他的眼光怎么样。我的眼光怎么会差呢？来，第一套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这一套，是不是非常甜美可爱？知道为什么我要选这个 Hello Kitty 吗？因为甜美可爱。不是，假如你去上厕所，对吧？我在那里等你，别人过来跟我要微信，一看这个男生怎么穿了个这么可爱的衣服，就想着哦，一定是有女朋友。那算了，那走吧，走走吧。你太自恋了。第二套，来吧，说服我。第二套校园恋爱风，是因为你剪的这个刘海给了我灵感，我感觉你回到学生时代，这样显得阳光活力，很多男生都看这种马卡龙配色。我呢，我就穿了个更新泳裤，你穿了一个裙子，非常的搭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青春？下一套。第三套美式复古风，短袖搭配牛仔裤，显得很休闲随意。我们这套去逛街，这套真的很舒服，是吧？可以去逛街。最后一套牛仔风是我最期待的。本来我是有点抗拒这种风格，但是穿下之后就感觉越看越好看，是吧？大家买衣服可以去实惠APP看看，真的特别的划算。我们买了这么多才几百块钱，关键是保证正品，买的放心。马上就要换季了，我们的同款还有很多热门款都在评论区，大家可以去随便挑挑。这就是你男朋友挑衣服的眼光，我挑衣服眼光跟你挑男朋友眼光一样好。看不下去了，我们现在挑一套去拍照，拜拜。世界的微笑就像妩媚紫霞，我擦亮你嘴角唇